终于是职业选手了，咱们的战队名就叫家世。谢谢你的信任，那就做你想做的，有我在家，我要看到哥哥成为冠军，你一定会看到的，目标是冠军。 现在缺少团队配合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。从第一次组队到今天，靠的就是彼此信任。我们可以。想赢下我们，你们还差得远。对，一定要先行。 我们有毕生的秘密武器。